自从这个巨人网络在美国2008年上火之后呢，我就逐渐逐渐就淡出了第一线。我整天呢就是读着野狐之海喝的道德论，然后呢交了很多朋友，就一算100多个男性，我那个一在酒桌上一喝，搞给真正借钱给那个人担保，就一算这十几年省吃了一。所以刘伟呢，看我这样不行啊，你这个在外面老给公司倒浑水，说你来玩游戏，这样少交点。